徐峥，1972年4月18日出生于上海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导演。1998年出演话剧《股票的颜色》，获得第十届百玉兰戏剧奖最佳男主角奖。2000年出演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中的猪八戒走红。陶虹1972年生于江苏无锡，原是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，全运会冠军，世界杯集体第五名。之后机缘巧合进入娱乐圈，自踏入娱乐圈获得事业上的成功。陶虹还因戏结缘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徐峥，两人相持共进退。徐峥和妻子陶虹